不过现在看你这个样子，也不枉我们大神的对你一番心意。啊？什么心意啊？我大神本来可以去维也纳大。陆尚宇，赶紧吃你的肉。维也纳？哎，什么维也纳？都给我夹呀！什么维也纳？哎，就是，快！哎，你都糊了。喂，徐远，我在医院。医院？好，我现在就来。啊？怎么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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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急性阑尾炎，已经做了手术，还好你送的及时，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。我带你去吃点不饿啊。你是不是拿到秋叶娜的资格了？谁跟你说？我就知道我家里有人这么棒，肯定没问题。我不去。为什么？这不是你从小的梦想吗？那是小时候的梦想，长大不想留在这儿。骗人。那告诉我为什么不去啊？我是真不想去，而且他们现在都说国外的月亮没有中国的圆，我去了干嘛？你这什么理由嘛？爸，说实话，告诉我为什么不想去，不然我不理你。